走进餐馆，首先看到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七八十年代风靡韩国的漫画海报，而每张餐桌之间采用了塑料帐篷布的间隔设计。这个设计概念来自于韩国的路边摊，走怀旧路线。포차의뜻은한국에서는이제천술집같은개념으로술도팔고길거리음식도파는그런뜻입니다。餐馆定位为餐馆酒吧，主角自然是酒精饮料和各式的下酒菜，其中咸香酥脆的炸全鸡，香甜咸辣的韩式凤爪，浓郁醇厚的牛骨头汤都让人一世难忘，就算不喝酒的朋友也能大饱口福。매운닭발은이제한국에있는포장마차에가시면은항상있는거의 기본으로있는많이드시는그런메뉴예요근데이제좀더레시피를가지고더맛있게저희개발을해가지고이제손님이드실수있게餐馆还推出了特色下酒菜品蚕蛹汤，是一道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品，没试过的朋友可以挑战。目前餐馆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到早上4点，